纵火弹头闪电鞭，一鞭两鞭三鞭四鞭，这五鞭要连死的，打了五鞭。天道纵之席，水手扶边人，复仇三人组，霸气外露。最新八点台剧《天道复仇三人组》正面目揭晓，张国斌、谢成君、陈佩琪摆出阵型，狼若回头，不是报恩就是报仇。若再行，因为我怎样？伊一心一意找回来亲骨肉，到底是一只报恩的龙囝，还是回来报仇的？为着要报答干爹拥有一恩，我一定要甲罗家好道。原本属于阮陈家的亲爷。我绝对会找罗家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剧中曾志熙饰演的安杰，为了追查大哥被陷害的真相，穿上水手服潜入酒店，神逼福利大放松啦。我很想要跟大家偷偷预告一下后面，我后面有一集穿超少，那天才在试衣服，衣服很可怕。三鞭四鞭，这五鞭要连死的，打了五鞭。今天要跟大家一句好用的台语，叫凉气凉气。哎，你怎么没收着？我怎么没收着？哎，这来电到底是啥？你是不是做什么伤害我这代志？就跟你讲，跟你无关系啦！你哪会这么鲁啦？给他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小偷，你在荒唐！这来电，滚！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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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安姐，你敢叫我？In love, in love, 看见你心跳，叫你假装醒。In love, in love, 那我说我真的根本不在意。In love, in love, 下一次是你开在我怀里。